OK，好，我们来试看看，气化嘛，看看这样僵尸回血速度够不够？哎，为什么会有苦力怕的粉末？这里呀、啊，这个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这个，等下再弄，拿点方块。嗯，好，平底锅好吃。抓僵尸，抓僵尸喽！我刚刚看到有人在发光。呼，是谁？谁在我家发光？那往上得要叠几个？三，还二？哎、欸，骷髅马可不可以啊？秋姐，他不是敌对生物，好哦。秋季耶，什么东西？你们水力发电的地方，我要往上叠几个？你就下面可以行走人的范围。好，那就两个。嗯，减少两颗星，要两颗星哦。啊，多打了一下，好了，走了。嗯。这样行吗？因为有观众说这样子放，其实它就可以了。像是哦，这个土这么厉害啊、哦！这么厉害，僵尸放上去直接回满血，可是卡住了，为什么卡成这样？哦。土有点厉害啊！蛋白质里现在才发现，对啊，蛋白质已经归零很久了，其实还好啦。哦，那我就这样子放就好啦。哦，我血已经满了，血槽满了，满了，满了。OK。看，不命名吗？我要去凡心家借命名牌。哇，这样子刷碎片好快哦！很多了吗？我刚发上去，到现在已经刷了十多片了。哇哦！嗯，每个地方放五只僵尸，以后应该放很多僵尸啊。可是要等到命名牌够，那繁星那边的命名牌也没有很多，对啊，因为鱼量太多种类了。嗯，哦，我看一下，这个、不用放，看一下命名牌能不能量产好了，能不能用做的，不然有一个很像命名牌的东西啦，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啊，有一个很像命名牌的东西，对，好像是要用书去做。嗯，商人图书馆管理员用20个绿宝石换命名牌，那也可以啊，那你拿，或是魔力灌注 Batania， Batania 的，可是小雨 Batania 又不要逼我研究 Batania 哦，不要逼我哦，使用者可以用钓鱼就可以钓鱼吗？有钓鱼机啊，有专门钓鱼的钓鱼机啊，不是可以用诅咒套索命名，我有试过，但是诅咒套索命名的状态下你离太远伺服器一样会把它消掉，所以一定要用命名牌，因为你用那个会吸东西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虚空漏斗，虚空漏斗就叫做虚空漏斗，虚空漏斗弹啊，算了，升怪塔之后再讲。嗯，又发现凋零骷髅不是碰到水会出死吗？还是不会？欸，好像不会哦。凋零骷髅碰到水会不会出事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不会吧？不会啊，都不会啊。凋零骷髅不怕水不怕火啊。我手这才做12，啊，关台后再用。我14了。
爆炸了，我没有爆炸啊，我只是说一件事一件事来嘛。对啊，一件事一件事情来。然后还需要一些纸张，纸张，纸张，纸张。哎，其实我装备可以直接附那个了吧？你说不灭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强化有10了哎。那就直接附上去啊。有吗？你们建议这样子吗？如果你没有要什么要付的，就直接，我觉得就可以直接付吧。就怕人家说浪费，浪费，为啥这样做？这就是我的玩法，怎么样？算啦，怎么样？这就是我的玩法。说明他放第一次。植物魔法目前小雨在研究，对啊，小雨在研究植物魔法，但是他已经停滞了。对他目前是沉迷于另一个东西，他不动了。说不定哪天他回来，我们植物魔法都研究完了。嗯，灯怪范围只有7×7够吗？凋零骷髅头要那么多干嘛啦？之后再用嘛，我现在不想要用那个，好麻烦。34张，需要甘蔗，4张够了。嗯，来，你在干嘛？啊，我在开启图书管理员的隐藏交易选项。哦，还好，我留了又留了一个。有，他又被我送到太空去了。我再开启他的隐藏交易选项。你要不要书柜啊？不要书柜干嘛？送团团啊！都送团团的。嗯。哦，对啦，我就在找电风扇那个东西啦，就是可以把怪吹到前面去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在找那个，如果有的话，就太方便了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看别人就是伸怪钻，伸一伸出来马上被往前推。哦，好，我之后用。应该有类似的东西吧，或是输送带，可能要找一下看他这模组有没有包进来。我现在要用那个啊，我要做的稿，练我的稿子。IC2 有那个输送带，哦，不是很快吗？啊，我看到，可是我没做出来过。哦，那 OK， 不是这个好，还要是拿便宜的东西下去做。拖河豚没被发现吗？繁星都在影片下面留言了，你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。观察，我打观察。哪些礼物？用着。哎，我要来做一个了。再做给来玩。你要做，你要做哪一个机制吗？对啊，都想好了，但还没做。问一下，做什么模板比较便宜啊？模板都一样、啊，个好吗？都一样啊。哦、年轻人。哦，我想说会不会有一些比较贵，有一些比较便宜？你有那么缺金吗？你也可以跟隐月说啊。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并没有，没有那么缺，并没有，那就直接做啊。是。哎、欸，你这样要几个观察那个、啊、使用者啊？两个。好。虚空漏斗这么好做、哦，很好做啊！有没有新东西啊？啊，有了，有。你为什么不卖命名牌？你他没卖吗？我已经开到很后面的选项，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。我还在准备一本书。这是什么、啊？生命
吸取吸血吗？我不知道。再来要做这个这样，没回老家发红包吗？没有啊，我就发给父母而已啊，就给父母发红包而已。烈焰粉粉粉，然后这样，书柜打掉不就有书？那是要给团团的，那是团团的书柜。哦，对，你们刚刚有回答我吗？我的装备要用不灭吗？还是不用？会浪费吗？如果是我，我就直接用了。我问一下嘛，哎，变到这么高等了，选技能都要三思了。对啊。我这是买不到技能重置卷轴的东西耶，我会怕。要就是重练一只。啊，有了，他有命名牌耶！可是好贵哦，22个绿宝石。要哦，好啊，可以，好，那我就用咯。所以是跌到5个大板哦。对，所以我那天烧了一大堆，我做了一大堆大板出来。对团团真好，不是对他好，是把垃圾丢给他。对，我们是把垃圾丢给他。灭拉这命好帅，好，我弄。为了这10港币，我弄。搞头，我们一定是误会什么了。对啊，我们这么好的原因，要么是真的很好，要么就是塞垃圾给他。对啊。好，等一下哦。我要放在，我要放。绑定结是要几个？三个对不对？音乐。绑定结。对啊。你知道做什么？那个墨影，啦，就你那个稿子。稿子小只的一个就好了。好。哎，你这样子以后。做东西收什么当费用啊？不用收了，我自己都量产了。不算了，你们给太少 了，自己来。我自己来赚，自己来。太慢了，自己赚比较快。不是太慢了，是我太慢做出这个东西了。太慢想到了，其实早就可以量产了。对，不是太慢想到，只要让你们搞刚一点。是因为观众都不。点个1000个喜欢哦，对啊，都不点个1000个喜欢，超生气的。所以从此没这个活动了。哎呀，脖子有虫，不是虫，头发拍谁？啊，繁星的发电可能不太够，目前靠食物发电。你是说，通回我发电，快可以了啦，我们。我们之后再说嘛，之后再说，不急。做不灭目标之后，所有条件耐好了。那我真的觉得我钻石、绿宝石跟修复苔藓都浪费了、欸。开始塞垃圾，对啊，看就塞给他，反正我用不到啊。装备会有顶级的吗？我还在试啊，可是观众应该都知道有没有啦，所以看观众打字喽。他们知道的更多。那团团的这个车票都已经干了，他自己又不补，哎呦！好了，这样子应该就够了。一二三，回家。大板马上就没了了，烧黄金，要烧黄金。不，什么？为什么会钥匙掉地上啊？为什么？喷出来了吗？
所以他是不需要接任何电线吗？他只要接导管吧，把东西导回去就好啦。欸，如果我智能输出端不放东西，是不是就是烧模具出来啊？对啊。好，因为我那时候白痴手动一个一个点。嗯，满了吗？哦，哎，我要做什么？啊，我们来做做植物的装备吧。嗯。做植物的装备，但是做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先印个名？或者你重做一套啦。欸，音乐，你那个log 的旁边接箱子有特别用意吗？啊？虚空log 的旁边接箱子有特别用意吗？因为你挖出来的会有活化水晶啊，活化水晶这样子拿比较方便啦。啊。重做一套也不是不行，如果真的要这样玩的话。嗯，地狱石会不会越花越少？地狱石不会啊，我们不缺。而且它不会越花越少啊，它会吸回去啊，它是一个无限回圈啊。他就挖起来被虚空落斗吸走，吸走地狱石又被送上来，